朋友们好，我是阿良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动物跟人是差不多的，他们也会有思想的。前两天老乡家的养殖场又损失了一只小羊羔，而这只母羊也有一两天不吃不喝了，也会吃一点，吃的特别少，看着还是比较可怜的。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过二年给二我都来，哎呀，人家这对这来劲了，人家比大家的石头的，人家没意思的。这只母羊前两天刚刚失去小羊崽，现在已经有好几天不怎么吃喝了，之前还会叫，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叫。你看它肚子都成这个样子了，都扁了，反正就一天不吃不喝。这大羊一定很难过。突然失去小羊崽，一时间难以接受。没体验改造的。找的他们你没钱买，你也是没钱好的，我给你干。给了你没钱啊。这么嫩的叶子都不吃。这么嫩的草放在他面前都不吃一口。可能太想念他的孩子。这样下去怎么行啊？主要这里有一群小羊在这里叫，他老是可能会听到小羊的声音，就比较怀念吧。你这不吃，这老乡说要把你卖掉了。你看瘦成什么样子了？多少吃一点吧。现在弄点盐水，看他吃不吃。来，我说你儿子，有老子的没种副食呢，你还皮。行，手这么少。这羊被追到这山上去了，老乡说看不见了更好，看见了心烦，不吃不喝的，这样下去也是个死。